家好，我是 Jerry 李佩妮，觉得非常的开心，也非常的感恩，因为能得到这个认可。我的信念呢是，不管未来还是现在是什么身份都好，都要带着一个谦虚的心态，希望能再得到更多的认可，得到更多的奖项，然后得到更多的机会去参加更多的节目或是比赛。感谢主办单位 CDO 以及亚洲品牌。